因为这个正个春生的倒沙岗，新米总算保持清白，甲幼虫来见面啊！那幼虫嘛决定要退出海口帮，回头来做好囝，但是都要通过三度六岸的考验。另外一边面，明威遐失德的代志，意外剧本都听得到，一心肝俩摊红来，竟然杀人灭口。万书记啊，是你？既然你今嘛知影我的秘密，那呢，我就无可能让你活。我怕不是，阿蛋。我是要只海涛帮帮主的人，我哪有可能让你把我的秘密讲出去？实际是啷个处理的？安排自杀。哎呦，他拄只甲我抓了，即马换下泡茶。这一点不代志，什么代志？你讲。哎呦，就是吼，有枪要退出海口帮的代志啦。啊，你讲吼要用什么三刀两眼，还是什么物件？一刀三刀，刀刀砍过一刀两眼，三刀多两眼。春香哥哥，你嘛替我想一下，我是来替伊做媒来的。阿姨若是死，我是要替几多？拜托的啦，你手势吼也较悬的啦，吼。吼，啊，我手势也悬哦。那是讲嘛奇怪的，你是妖神，啊，你念一下咒语讲南无阿巴迪卡，啊，有枪就无代志啊。现在你都爱来救我。哎呦，春香哥哥，迄无同啦。虽然吼，我即马是你的人，啊，不过你是老大的呢，你讲话话较准守，我哪会当大猪大鱼替你做主？我吼是咧够你的面子的。嘿嘿嘿，够也要死我。嗯。哥哥，冰茶啦。好。你一定爱甲友兄斗三工，好不好？不可怜，帮又帮鬼啊，不能破例。对啊，对啊，代志莫啦，什么代志啊？办出去阿姨，自杀啦！我就问哪做？你死啊！这少年哪只戆？从我来看。是。你倒位啦！你倒啦！对啊，你头前是狗啊！你倒位啦！对啊，你遐啦！班主，班主啊，班主！真戆啦！你是真正的万福红爸爸，我是不过要甲你加薪一个尔，我想讲予你安尼拼扫拼两工啊，迄钱我都替你清掉。你哪安尼才想袂开？你哪无法度体谅我这做阿爸的心情啦？春香哥哥，卖个主席啦，既然买主已经死啊。俺都好好把伊个手术办好。好啦，手术甲办好势啦。
心啊。是是。机关，万珠平常时都是放养报纸，啊，自杀那都也在家亲。天气这么热，一提起条毛巾是要创啥？大爷应该无看出万珠是去用台戏，我绝对不能骨卡说出来，一定要报仇毙命。什么人先发现你怎么办？大爷，是我啦，我就当家，你真生气，你骂万珠子啊？再讲小南国歹给伊看。我今日心情不好，想要来来安慰几句啊！阿你来知影伊，阿现场吼，我有随封锁起来，不准任何人入来。好，你办了真好，准备该办后事，也请贵阿法师甲上边超度。好，我来办好事。春香哥哥，啊，你是咧想啥啦？想讲安尼讲什么事？我感觉万珠应该不是自杀，可能是他发的。系啊，大爷刚才看出问题来啊，我是应该安怎才好？像你讲，我来才从容去做这款公差事。那是要大个知影，万主子也是我杀的。这时阵，我一定会死了真凄惨。出现在外面头前，目睭看花去，自己吓惊自己。真正是万珠，万珠，万珠，你给他转，万珠，踹哦，你给我踹！好辛苦，快点接救！你别过来哦，你别过来哦！你在这边吓惊我，我把你惊醉了，还搁有无？啊！万主席啊，我知我唔对啦，请你原谅我啦，我嘛是林小姐最先甲你抬死，你哦。啊！赶紧得去地府准备投胎，我还烧足侪纸钱给你，啊！我卖车道士给你念经，分享给你，让你后世人哦，出世有钱人啦！拜托个啦，你原谅我啦，我拜托你啦！哎，我原谅你嘛是会用的，也不过你要替我做一个代志，我爱你迫害王新美的名声，啊！我爱你迫害伊的婚书，最好是该憋死。好、啊，这样。人讲敲鼓的暴露坏温柔啊！满足四个外放心理一条线路，明辉敢有可能对心理的出？哎，我原谅你嘛是会用的，也不过你要替我做一个代志，我爱你迫害王心理的名声，啊，我爱你迫害伊的婚书，最好是该憋死。这样，安怎？你无愿意是无？
哪里我现在就给你抬死，赶快去地府。啊啊，万主席啊，你讲的代志哦，我一定会做到到啦，拜托你啦，我拜托你，别理我啦，拜托啦，万主席啊，我拜托你啦，拜托啦，别理我啦，拜托啦。上好你就会当讲会到做会到，我即马就先了下你。要过我会伫个你的身躯边监视你，你若是无好好啊听话，我就马上来处理你的性命。万主席啊，你讲的代志哦，我一定做到到啦。你即马搁把我磕头。他一百个，我的怨气才会当消失。啊，好啦，我卡啦。四、五、三、四、五、三。万春喜也爱我，甲心里害到名声臭，还快破坏伊甲英雄的婚书。暗谷伊甲幽冲，即马两个人感情遮尔好，我是会安怎做？这根本就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啊，头真正够痛。有兰花，来杯有兰花啊！大家杯有兰花无？嘿，来花啊！上水上香有兰花，大家两杯有兰花无？来杯花啊！花哥哥，我这就进。多谢你的高官，我连干过了一杯。好，多谢你阿霞，多谢你啊。有啊，我知道你安怎害心理啊。林阿霞这只老猪哥，听讲伊心脏不好，血压过高，我得将计就计。只要你若忍住，你的心脏绝对劈扑跳，愈跳愈紧。我并不相信你还够法度活。阿春啊，你才是传好了袂啦？阿春，吼，啊，这酒菜又传好啊，这死阿春啊，这病大，也袂晓先退出去，吼。林阿霞，这酒你若饮落，我敢保证，你真紧就去见阎王啊！啊！来，林阿霞，我敬你啊！我搁甲你敬酒哈。请你讲哈，好讲哈，我搁甲你添酒哈，哇，真好啉嘞，我昏昏啊，发烧嘞。林阿霞，你想哪？那在烫啥？你帮我倒烫啥？哦哦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紧甲我倒上去。哎，这着急创啥啦？你啥嘛？你有要紧无啦？别甲我吓惊嘞！大声声！你妈想来吐血啊！明辉，我妈妈唔知啊，阿今日林阿霞来啉酒，
哎呦，路你弄忙嘿，就讲什么身体给你烧起来，啊，想要烫伤，然后你就用两套鞋，结果你就做了一样啦。明辉，啊，你刚下雨玩了不？怎么下雨戏啊？不要写游戏啊！啊，伊手内那加一堆，变成个打起个人花啊！为了白白保你个乌了丢，明辉甘愿害死人，嘛要报叫来害神秘，神秘甘。哎，奇怪，我是头一遍看到有人花写作安尼嘞。对啊，大爱，今日你妈生来咱小南国领酒的时阵，哎，身躯顶迄朵玉兰花够水水啊！也唔过，伊死去了，迄朵玉兰花雄雄变色呢，而且我阁看到万珠子的鬼魂呢。你把你乌白讲啊！我无乌白讲啊，你哪唔信哦？孟明辉啊，你冇看到呢？明辉，阿咪讲有影无影？大爷，阿美啊，讲的都唔对。大爷，你嘛知影，林阿霞伊有甲新美啊买玉兰花的习惯，结果明仔日，伊来到小南港，伊身躯顶的玉兰花转向红白色，还佫打起。所以这事件的源头，一定是新美啊所买的玉兰花的关系。美花啊，你嘛袂讲话呀？即嘛是无来人呀？元宵。卖啊！通过先听明辉讲，说再去讲。大家嘛知影，万珠子啊，因为爱袂着幽香，才来自杀。这哦，一定是万珠子啊，超过伊要报复神秘，所落的酒场。你先要袂讲啥？你有啥物证据通证明林阿霞的死甲神秘会有关系啊？我无袂乱讲。万珠子啊死的时阵，伊死目唔万开，你嘛是有亲目睭看。所以这一切一切，拢是神秘啊所买玉兰花伫咧作怪。所以以后甲神秘啊买花，一定会遭遇不幸。我们这是搞啥货呀？啊！这几天你都看在玩钱，你看面头上在玩钱，今晚你就搬出来，我再搞啥货？局长。我知影，若讲到神秘，你会无欢喜的。啊，我嘛唔相信有啥物万珠爱酒厂啦。即个上重要就是紧甲你把啥尸体送返因兜，啊，甲伊厝内面的人安搭好势。这样代志有将给你处理。是。我嘛在。甲你把啥上来？是。阿妹啊，你先落去。好。明辉，小南国发生这款的代志，这消息唔好要传出去。啊，那无阿爸，咱兄弟就免做了。也佫，你讲话嘛较细致的，那无证无据的都唔通胡白讲。是，我知啊。尤香，你妈遐尔生气啦，就是有个人爱乱讲话，无用头壳，才会去用利用。你妈还没计较啦？我哪可能卖生气啊？你把我看到明辉是安怎讲神秘的？伊竟然看到讲林阿霞的是成为万珠酒厂甲神秘买火的人，这款代志也是传出来，神秘要怎做人啊？虽然春香哥哥冇叫明辉卖过提起件代志，但不过一个人也是讲出去，规整头的人拢会知影。咱要赶紧哦，找到这个证据，向神秘姐请白。人讲好话未过三人耳，明辉被害神秘无道德，怎啊头立足？有枪啊！这个怎啊？敢真正都发刀向神秘姐攻刀？
春生怀疑讲万珠的死一点都无单纯，伊来小我见讲凶手就是上个后生明辉，敢真正对代志未清，将伊抓去发办呢？民间信仰相信万物皆有灵，那么多达到心灵的界限，都可能受到得敌。台中大庄的火天宫妈祖，都把处理过一阵农民错唔着地啊，叫各地的心灵冲敌，闹个家境不灵的代志。这得罪就是伊个啦，哦，啊，算讲无事个哦，伊来我去啦，唔知影去啦厝，我是讲迄地啊，迄也无人个啊，那再插袂边啊，互阿舅凉，伊煞倒我来安尼，做遐边啊有看到，伊拢来倒伫我后壁咧行，啊，有听脚步声无看人，啊，若看顶悬都无看下过，啊，若看下过都无看顶悬。听讲，这个地啊正烧连煞，搭顶几啊工拢袂放伊煞，害伊所饲阿母根本都无法度生卵。阿姑不将，只好来请教大神妈，看要安怎处理才好。有人会最长不断，连不老猪的老爸也受害，老大在破命案，大发现连续凶蛋跟伊后生有关系，伊是要办的是嗯，陈阿头今年主人跟老大养母成了同款的查某人，这些人也是鬼，伊字名要叫不老猪，要不老猪是安怎才好？当地嘛要安怎帮助伊化干危机呢？下礼拜同这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细说台湾》，当地嘛都不好猪。